大家好，我们今天要来示范制作的是一个发夹啊。那我们要准备的工具，这三个是一定必备的，就是剪刀，还有白棒切刀，还有一支可以洗笔的水哈，还有就是这个油，雪佛兰或婴儿油，或者是马油哈，这个是主要是让你的手不会黏的。那还有就是我们要准备的就是一个水，那还有抹布。在制作的时候，桌面一定要保持干净，因为粘土是一个非常很细的东西，所以一点点灰尘的话，它都会让你的作品脏脏的不干净。因此呢，在桌上一定要保持干净，所以我们会准备一张卫生纸，随时把这个桌面擦干净。那在制作之前呢，也是一样，先用油把这个桌面先给它抹一点点油，薄薄的一层就好了，不用太厚，太厚的话它粘土会推不动。还有呢，就是我习惯把我的所有的粘土先把一些常用的颜色都把它揉好，那揉好之后呢，用保鲜膜包好，放在这个密封的罐子里面的话，可以保存很久，不会硬掉。那今天我要把它做一个这个发夹哈。那所以我们先做它的底座，我拿一块这个有紫色、有红色、还有蓝色的，那这个都是事先用油彩已经揉好颜色哈。那我们在做的时候就是这样子捏一下，然后再拉一下，再来就轻轻的把它给它搓匀。那同学会碰到，常常碰到一个问题，就是你搓的时候表面会有裂痕，就是你搓太久，搓太久就会有裂痕，还有就是粘土太硬了也会有裂痕。那这时候你要用手掌的力量互相压，让它融合在一起，再轻轻的放开。那做粘土的每一个基本动作，第一个就是先搓圆，这是最基本功哈。那搓圆之后，你要表面都没有裂痕了，再来搓你要的形状，看是长条还是水滴形。大致搓到这个发夹底座的长度的时候，就可以把它压扁了，然后可以拿起来比比看。它的长度差不多了，那我们就可以放在公文夹里面，把它轻轻的擀平。在擀的时候不要一口气就很用力，你要轻轻的推哈，轻轻的推，我的力道是很轻的。如果你太用力的话，就会变成厚薄不均匀，或者是就变形了。那大致厚度你要的话，之后再来我们把边缘抹薄。像这样子，外形差不多一个长椭圆形。放上来之后，你要翻过来看一下，看看它的有没有在正中间的位置。那顺便整理一下它的形状。像我们做这种饰品的时候，就是你要先把这个底座都做干了，做干了之后才能够再继续做上面的东西，不然它就会变形了。那所以我们要先等它干，再来做上面的作品。因为这个底座它是深色的，所以我上面的花我想要把它做浅一点。那这个是紫蓝色系的，所以我想要做浅紫色的。那我们就是一样先把它做揉均匀哈。这个是白色的，不是透明的哈。记得我们在做这个土的时候，树脂土它本身是透明的，所以如果你想要让它呈现白色的话，你要加白色的油彩，不然的话干了之后会变得很透明，就像塑胶的。那因此呢，我们这个白色的土是已经有揉了白色的粘土，或者是揉了白色的油彩哈。那
那还有就是我们在做粘土的时候，你想要呈现的颜色的深度深浅度，那你就要看，要比你揉土的时候就要比原来的再浅一个色阶，不然它干的时候会比原来的土还要再颜色再更深。现在呢，我们要先做它的花心给它干哈，然后搓一个水小小的水滴形。如果工具上面有沾了粘土，就要把它抠掉，不然它会粘来粘去的。这个可以做几个起来备用哦。那如果说要做其他的花，也可以用到。还有就是这个小小的水滴哈。要大大小小的，不要全部都一样大，要有大有小。再来就是我们要做几片叶子，先做个两片，然后来看看到时候布置起来的效果如何。那因为我们这个是算是饰品类的，就没有办法像仿真花一样强调用绿色，这样会给人家感觉很怂，所以呢我们就是用同色系的来做，那作品做起来比较不会让人家感觉很俗气啊。然后用这个切刀把它切一下纹路，画一下中心的叶脉，然后你可以这时候可以先让它转动一点，让它有点动态。那叶子也是一样，不要一样大，你要有的大有的小。我现在用的是台湾的树脂土而已，我没有加任何东西，就只有纯粹的树脂土。这些都做好了之后，我们就开始来做花瓣啊。那我要做的是五瓣花，那你要看看，你要比一下你的底座的宽度是多少，压一下。所以你在做的时候，你要量你的底座，不然到时候做的花太大了或者太小了，这样捏一下，一朵花是五片哈。这个动作就是先搓圆的，压扁，然后再把它往下面拉一下。让它有一个凹槽，然后下面给它收口。压一下，往下拉，然后让它收口。五片做好之后呢，我们就先来组合一个。那像这个都是已经做好干的，比较干的哈。还有就是我们要看，你要看看我们是右手还是左手。如果说你是右手的话，你这个开口要放在左边。一点变形，要整理一下。啊，你可以把胶放在你的拇指关节这边。先抹一点胶。我们现在做这个花是凹槽是朝里面的，
那可以顺便压一下，让它吃进去一点，这样干的会比较牢。这样做起来刚好五瓣的话，就刚好是这个发夹底座的宽度。那下面这边要把它中心要把它压一下。那这个花瓣做好了，我们就把刚刚做好的花心可以把它粘上来。花心不要太高，要让它是跟这个花的整体是比例是一样的。也是一样，把它戳进去一点。那这个我们可以等它干了之后，你再看你要不要装饰一个珠珠还是什么的。那再来，我来戳一条花的梗。在设计东西的时候，就是你要记得，就像我们画画一样，是要点线面。那你就是要有块状的、有线的、有点的。那这三个元素来组合起来的东西会比较丰富一点。所以其实在做这个粘土的东西的话，也是也会牵涉到设计，还有构图，还有色彩学。那大部分都是要了解一下，比如说你配色，你才知道要怎么配会好看，色系要怎么抓。这样子把它大致上给它转一下。那我们可以用胶，也可以用水，也可以哈。有些人会喜欢用水抹一点水，就是把这个土条放在水里面去，然后你再来排你想要它的动态。像这样子，多的就把它剪掉。再来就是把你刚刚做的叶子把它粘在旁边。尽量不要让它太高，要不然太高的话，我们发夹常常在使用它，你碰来碰去会比较容易弄坏掉了。所以你这个不要让它太高。接触的地方要压一下，让它吃进去一点。那你旁边时候，这边可以装饰一些你刚刚做的小水滴形。
那像这样子我们做好之后，你会发现这边颜色比较浅，这边颜色比较深，所以我这边可以再做一个花瓣，或者是一个小圆球，或者是小花心，来把它让它左右对称一下。做个两片就好了。这样子一个发夹就完成了。